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布鲁老师，欢迎收看我们超级冷车志好试车。在正片开始之前啊，要先来公告一下，六月份的新产品上架了，春游啊有备套，目前预购中，有大小两种尺寸，贴纸的部分也更新新的纸样，包含握旧盆栽，保证适合那些轮胎永远都留超过两指的朋友，以及销魂奥珀可以贴在你那胯下桀骜不驯的车子上。最后我们推出了贴纸大礼包组合，一共有 ABCD 四种组合，错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喽！正片开始了，这边16.43，对，然后搭配我们的这个链条，520，对，520的。我上次有拿过，就是很轻啊，后齿很轻，前齿有偷轻，直接上卡钳就是会死人的，对。你说侧边再做一个，对，再洗进去，对对对，没错，算偷轻，然后再打偷轻的功法。这个比较重一点，它这个是钢的吧？它这应该是钢的，对。这个好轻欸，对，它这个应该是钢的，好轻。这样它陀螺效应又变少。慢 TT 他们在用的链条 ，TT 在用的链条已经是最顶级的链条，最顶级的链条。他直接拿顶级，对啊，他都没有空心的木，都是全是实心木，或是很少用到实心木。链条前后齿啊，一组。那加速应该变得强。吹油啊！我是这样说，我刚好吹啊，可是就觉得很可怕，因为随便一拉它就好像要射出去。就是原本就很可怕，因为害怕，所以换你吹也还是不敢吹，还是很害怕。禽类放到禽类，人家就是妹子，我现在订阅成长蛮快的、啊。哎，现在多少？18。也不用18了。我觉得你那台车在平路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在 running。台湾那个道路做这么烂。来，我们最近不是一直在铺梗我就盆栽吗？有吗？有啊，我们一直在铺梗新的贴纸叫我就盆栽，我们来看一下盆栽车。哎，没有哎，他蛮厉害的哎，他不能贴，只有要超过两指以上才是盆栽。这个没有，这个有在压车，这个压到这边了，蛮厉害的哎。对，不小心就遇到了。水泥灰就很眼熟，真的哈，很好认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刚想说我要来突袭你，结果想说啊，我的车在外面。对，没有看点的。明明就这个吗？没有，那是甜点。我要吃甜点。下面有一间那个披萨，我觉得还蛮好吃的，叫那个叫什么？遇见幸福啊，也蛮不错的、啊。对啊，对披萨，好吃啊。清晨拍照披萨。
可是好吃，我觉得好吃。我水泥会出来很少次啊。对啊，我的阿万买到现在，我都是在代步哎。我先看到他的影片，然后再看到他的，对，然后就奇怪，怎么搞不下去？哎，工谈工作的事情应该跟那个看起来无关，就不觉得奇怪。对啊，就是一个有点讨厌的人。嘿嘿，觉得要不要干脆就并车了？我觉得这边很棒啊，就是他们做的东西都很用心啊，就除了就是不管是咖啡豆，然后甜点，还有他们的餐点，我觉得看起来都是蛮用心，而且都真材实料，真的很好吃哎，柠檬塔超好吃的，真的好吃，对不对？饼皮真是我吃过最好吃的。在这一条路上面，到月台大概有。而且他还送我们一个这个，是吗？对，这么卡哇！我靠，我第二个。对，我们这样不帮他打广告不行，打广告，蛮荒咖啡可以来，好吃。跟马丁约好礼拜四的时候要带他去天冷，就是想出去加个油而已。你以为换车了就不用修车吗？火车到底要来我家几次啊？下坡进来的时候啊，你表示他卡一奇怪，怎么一声不对？为什么？怎么了？靠北！一定是你这个风水有问题。哦耶！断掉了。这我就不知道了。然后我先跟那个谁，彼得·厄伦买一组中鼓吧。可以啊。先来试试看看，垫片啊，就先用胶打一打。那我再问问有没有垫片多的。对，刚好看到载车，两台车同时聚聚，放在同一个地方，就是会有一起聚聚的速率。不是，我之前的 RSV4 从来没有发不动过，永远发得动。哦，只有坏过电台那次发不动而已。太神奇了。但是这个是人坏电台。拜拜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，乖乖的啦哦。Fuck， 我们三月。最近看小三他们好像很常会去拍一些模型的东西，我因为我个人对于机车模型其实。没什么兴趣啦，我自己本身都是收集超合金模型的话，就是 PG 版，然后还有 Hard Toys。虽然我到现在 Hard Toys 才买一只而已，我有订第二只，年底会来。终局之战的钢铁人，对啊，只是想让你们看一看我的六神合体而已。对，其实就是一只壁雕啦，就这样了。好，我是布老师，你们的支持与鼓励是我们持续制作有趣影片的原动力。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